这个是菜花里加的麻椒米线啊，它家的量真的是很大，就料就九包料。我吃了辣，我就放一丢丢辣椒，而且是酒泡不会脱，我泡了很久，但是一直没在那吃，然后一点也不脱。粉一点都不软塌塌的那种。这一桶是多少克？185克，很大的一桶。再说不喝，确实好吃呀。还能再吃一桶，再吃啊，很好吃啊，可以尝一尝。东都的酸辣粉，还有这个是宽粉啊，我感觉宽粉比细粉好吃。能吃辣的可以，吃了辣的吃不了。得少放点辣椒。